去看电影去喝咖啡，说太冷淡了，不大给普天生做了。嗯，所以爸爸那个时候说没有恋爱的对象有可能了，吼，呆呆的。哦，人家都说他太冷淡了嘛。他胸部不好看的、啊。这样很好啊，刚好大小很好，东方女性这样子很美、啊，真的很美，哎，真的很美。东方女性的身材，爸爸他们研究是七等身最美，身体一哦七头身，头一身体六，七等身是最漂亮的。啊，不就是林志玲呢？那什么八等身、九等身，那是荧幕的效果，他腿能拉长。但是一般的你去看那个一般的就是七等身了，所以腿太长了不好看。那是西方的我们东方要有自信，我们东方的美是怎么样子，我们现在都是以西方的标准嘛、啊、西方人他们长就是长那个样子、啊、屁股也圆圆的、啊、屁股也凸出来啊，现在说我们凸出来这样比较漂亮啊，以前呢大家都要平等、哦、那现在要靠运动，靠运动一甩运动都把屁股甩出来，一翘翘的比较好看。那我们在场有没有适合可以当模特的？哪一个？男生或女生？哎、欸，我看得懂。哎、欸，真的？哪一个人？讲一下啦。绝对不是你。好，我要回家了。对，那个。